时候会怎么选吧。我觉得像这样顶尖选手的对抗，不是看图的，是看状态的。长城，对，这张图你放在去年的秋季赛，你就可以想得到了。当时和铁头的组合。再收获一张赛道记录，是的，而且破的是狼队银星的，这样的话记录加一，七张了，而且相当于是此张比肖在中国 GT 全速战神上又是拉近了距离，保持了188天。嗯，来自狼队银星的记录现在由风仔打破，记录是1分05秒56，恭喜风仔。前五站两个狮子，5-2，这个时候啊，我觉得选择性又大大的减少了。我还记得之前绝对的同车图没有那么多了，对，之前在亚洲杯的时候看到这两位选手最期待的一张赛道，当时是美洲大峡谷。嗯，风仔的美洲呢跑到了10以内，而美洲狮这个称号我们也是叫了许久，会不选那飞远顺侧起手断空飘二连断，对，演示过来以后还是个 WCWW 喷，最快速直接冲线，不太好选。现在苏格兰，苏格兰风仔应该又要兰博基尼记录图，而且是之前的果然兰博基尼打黄鸭。嗯，我只能说面对到风仔跟他打图的话选图不太好选，因为大部分同车赛道他都很强，
同车难途嘛。嗯，对，同车难途。对，你像一些偏三星或者四星的赛道，这个比如说刚刚的长城啊，其实这个是需要日积月累，对，让我们去发现。但至少现在来看，美洲、空港、苏格兰这一张图，它确实厉害。一左一右，那交替过来的话，风在这张漂移车优势就比较大了。这弯油拉一个顺侧，汇合果然还是风仔更快一些，直接弹一个内线。是，车子这个点非常极限。反超了风仔，来到顶跑位，下面一个弯道停滞暗死。一个侧身，一个暴力点过来，对，拉近距离了。看下一个弯道稍微快出，有机会。看一下这个内道，那连续的弯道，看一下风仔出来有点拖，但狮子的话也被顶开了。是，不过这样对抗的话，其实狮子这辆车是有一定容错率的优势的。看下面一个 ECU 并过来以后能不能蹭喷，没有蹭到，还钻了一波内线。我这又被顶开，但是风仔也上墙了，落地又没弹出来。但这个点是因为被挡了，但是二 V 又是自己的一个失误。是，但被挡摇下来那个弯道，狮子也没有弹出来。你看这一个进道已经拉近距离，落地以后还能做一做对抗吗？有点远，不太好做对抗了。有点小。这边出弯又是一个三喷。是，这边是空开氮气。嗯。速度也会受到一丢丢的影响。哎，但这里又自己蹭墙了。一前一后，二位的时候是后面这个进道蹭上了。对，来看一下风仔现在和月上的记录是并驾齐驱，但是兰博基尼的过弯就是要比黄牙要快一些的。看一下后半段的稳定性，现在狮子这个距离已经上下0.7秒。WCW 这边速度要慢很多，再接着双弹射，这个记录确实有一点难破。最后这个进道非常的极限，杀过来。那还是有机会，神准再出发一个点飘过来以后，风仔完成时间1:42.51，连破两招，打破了月上1:42.54的记录，破了0.03，接连收获记录，现在赛道记录数已经来到了8张，恭喜风仔，6:2，赛点，上来打两张破两张，这状态有点恐怖。但狮子这局确实可惜，而且这把有对抗有失误。对，还记得在常规赛阶段，月上对于这张图尝试突破了多久才打破了之前宁静的记录吗？三次，第一次是接近，第二次是平，第三次是反超。对，第一次接近是让我们知道宁静在哪一个弯道快。对，第二次打平是发现那个弯道宁静确实快。但是第三次的时候，月上就比那个之前的宁静记录还要快，而且在那个点也要快。但这一局你知道夸张的是什么吗？那个弹射点，二 V 的时候。哦，悟空。对，相当于我直接操作给你看那种感觉。你那个点没操作出来，教你。哇，这太夸张了。太强了！再次恭喜 RSG 风仔二连破。打破了苏格兰场的记录，之前是月上保持的1:42.54，保持了也有近一个月了，28天，而且在这之后也有选手经常让这张图的记录。完美，这个点风仔就是硬超狮子。嗯，而后半段那个弹射点是影响是比较大的。对，然后这个点关键狮子还反超了风仔，所以这个记录如果没有出来的话，还失误了。嗯，就所以，如果说月上的影子没有出来的话，我们不会想到这张图会打出记录。对，狮子也做出来了，但是角度没有风仔那么好。美洲还是选了美洲，美洲可以直接上松风。会不会上？
不太好上。冰魄也行啊，星皇也行啊，我觉得天狼星也行、啊。那现在我觉得选出来不就是为了打童车吗？啊，我的意思是风仔没必要陪石子去玩童车，就直接拿强车。但是如果没打出来的话，这一局那个石子打完后。现在脑海你模拟一下，这个第一个弹棋用完以后，我直接跑一分钟以内。哇，一分钟以内应该不太可能，一分0506应该是稳。0506要求太低了。嗯，05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。05肯定没问题。04吧。04吗？现在。
的选手，很难说不一致吧？对。再次恭喜 RSG 以3-0的比分战胜 RW， 收获自己本赛季 AJ 循环赛的首胜。双人鞠躬。这种场面很难得。嗯。现在157，就是我们常规赛说的那句话，谁能跟 RSG 的二 V 去碰一碰？只能说，在 AJ 循环赛当中啊，要寄希望于状态好的狼队。对。而且不能是正常的好，要是非常好才行。对。而且对于二 V 二抢七来说的话，首先是要看第一轮，敏敏对抗到风仔或者小玉的时候能拿几分，对，然后再看后来明星上来以后能不能把比分扳平，对，还有机会。另外一个啊，就是说二 v 二强等同于二 v 二抢七强，这个为什么我是不一样的观点？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二 v 二抢七可能会缩小二 v 二之间的差距，你比如说一次打，对，对吧？我觉得他们和 RSG 去打二 v 的话，二 v 可能落后多少分都有可能的。啊，但是你来到二 v 抢七的话，我觉得整体实力来说，其实双方还是会打得有来有回。这个主要就是取决于solo 赛和这个。看一下这个弯道，狮子这个整个前40秒的后追啊，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到位。前面的这个节奏手速拉满，但无力回天。AJ 循环赛就这样难打。MVP 是给到了小玉，拿到了4分。对，但是风仔其实今天表现的也同样很好，3上2破，加上最后一局没有使用到强势赛车，但因为小玉得分高嘛。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采访机。